职业棒球赛方面，美国洛杉矶道奇队夺得了史上第八座世界大赛的冠军。星期五举行冠军游行，超过20万人参与，万人空巷。人气超高的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带着妻子田中真美子和爱犬一同亮相，他也感谢球迷力挺道奇队。To be here and to be part of this team. Congratulations, Los Angeles! Thank you, fans. 道奇上次举行冠军游行呢，已经可以追溯到1988年。虽然他们在2020年曾经夺下世界大赛的冠军，但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被迫取消游行。等了36年，洛杉矶再次迎来了棒球队封王游行，球迷欢呼声不断，参与者都身穿道奇队的蓝白配色，形成了一片壮观的蓝海。